对，昨天晚上有一名27岁的林姓男子，他开着爸爸的保时捷敞篷车，却因为不明的原因，连人带车是坠入了嘉义县东石乡的一处渔港，他只能站在保时捷上面来等待救援。而根据了解，这一名林姓男子他没有工作，还常常在嘉义一带惹事。海巡署中部分署第四案巡队表示，14日晚间7点多接获民众通报，行错渔港北方岸际有一车辆落海，随即调派人员前往救援，并且通报警消单位到场协助。现场人员运用救生装备将落海的男子成功救起。而当地的民众透露，林姓男子没有工作，精神状况很不稳定，经常在埔子东石一带惹事，虽然有管束，但是依旧风波不断。而根据了解，林姓男子的父亲是大型企业的高管退休，保时捷是爸爸所有，而林姓男子的生活不虞匮乏。警察将他送医时，林姓男子的意识清楚，只有精神状态不佳，没有用药，也没有酒驾。持续带大家关心社会消息。昨天晚上，嘉义有一间私人的宫庙遭到4个人拿着棍棒猛砸宫庙，而在宫庙里面呢，有一名少年看到之后是拿着瓦斯枪来反击，整个现场可以说是乱成一团。而现在冲突画面也在网络上疯传。二煞持棍棒狂砸私人宫庙，庙内少年拿瓦斯枪反击，现场乱成一团。这起冲突事件就发生在嘉义南京路一处宫庙。警方调查，一名郑姓范闲与该宫庙有债务纠纷，昨日晚间集结3名友人，持棍棒登门寻仇，猛力挥棒将玻璃门砸毁。庙内一名黄姓少年发现，立即拿瓦斯枪反击，连开数枪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最终郑男一伙人逃离现场，所幸无人受伤。警方获报后立即追查，并循线将郑贤4人以及开枪的黄姓少年同知到案，并查扣犯案工具棍棒4支及瓦斯钢瓶枪1支等物品，全案将郑姓范闲等5人依刑法妨碍秩序、毁损等罪嫌，分别移请嘉义地方检察署及嘉义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侦审。名嘴朱学恒，他被控2度强吻台北市议员钟佩君，一审是判刑1年2个月，但是二审的高等法院昨天却改判11个月，刑度是大减3个月。而对于减轻的理由，高院指出，朱学恒在二审时坦诚犯行，并且有表达他和解的意愿，还有愿意赔偿的金额，甚至他还是在网络上张贴了公开的道歉信，显见他的犯后态度已经有所改变，因此予以减刑。可见朱学恒他采用认错的诉讼策略是凑效了，打动法官的心。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去年6月指控名嘴朱学恒曾强吻他，一审法院原依强制猥亵罪判朱学恒1年2个月，但昨日二审高等法院却大减3个月刑度，改判朱学恒11个月不得缓刑。当然，大家知道这个范闲的犯后态度是法官量刑的一个标准，所以他在开庭的前一天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他的居心我想大家都很清楚。朱学恒在10月中二审首次开庭前突然发文公开向钟佩君道歉，并表示将不再对这起事件做道歉认错以外的发言，而这招也顺利奏效，打动法官的心。高院甚说朱学恒已经改口坦诚犯罪，还上网公开道歉，所以将1年2个月徒刑改判为11个月。但朱学恒曾在一审期间公开谈论钟佩君，还在自己经营的节目评论整起案件，所以不予以缓刑，也就等于此案若就此定谳，朱学恒将入狱执行。对此，钟佩君昨日回应，审判过程他屡屡吃惊，朱学恒从道歉到否认，再到法院自我告发，一审又翻供说是政治阴谋，最后又全部认罪。钟佩君说，他只希望以后不再受此事干扰。而朱学恒也在脸书表示，他坦然接受判决结果，深自反省忏悔，也不会再上诉。
公仔葛思琪他昨天开直播透露说，他的消息来源好像被施压了。他最近呢是不断的爆料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曾经带着美女来见前总统蔡英文，更贴出了王定宇传给女生说“我想要你”的暧昧对话截图。而王定宇十一日就委托了律师要来提告，不过双方是隔空持续互呛。而葛思琪也说，他的消息来源出了状况。葛思琪强调，过去的爆料到现在没有一个是假的，尤其有关王定宇的爆料绝对不是 P 图，我所讲的都是事实，每一个都经得起考验。然而他发现昨天下午两点左右一直有联系的消息来源，对方的 LINE 账号注销，大头照消失，联络方式都不见了，前一秒还好好的跟我聊天，但是下一秒就消失了。他觉得消息来源被施压了，只有律师或是有政治力介入，并且认为这个事情非常的肮脏，非常严重。好，接着呢，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政治消息。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嫌贪污案，而涉嫌行贿郑文灿的台塑前副总经理侯水文昨天出庭，并且是当庭认罪。他感叹说，这是自己一生中唯一一次犯的错，请求法官从轻量刑。前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郑文灿涉嫌贪污案，而涉嫌行贿郑文灿的台塑总管理处执行副总侯水文当庭坦诚认罪，并表示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犯错，并以有心脏病及慢性疾病为由请求法官轻判。众所瞩目的郑文灿涉贪案，侯水文昨日出庭被法官审讯是否包括林口特定区公武工业区重划案，询问侯水文对行贿500万元是否认罪。侯水文当庭认罪，并承认全案过程中自己只是被告知的角色，并非主导人，其中包括对要行贿所谓的公关费500万元，只知道会去送给公关费给郑文灿，但没说要送多少钱。500万元这个数字则是事后才知道。侯水文表示，侦讯过程中都会配合调查，同时已有心脏病及慢性疾病为由请求法官轻判，法官预知择日开庭再审理。